到了人祸所造成的，都是方向错误哦，这都是心态啦。所以呢，要跟大家互相勉励哦，戒定慧呢，这个山无落雪，应该要好好的学好，放在心里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一定呢好好的应用在我们开口动舌，己所动足，我们都要好好的用上了戒定慧。人生啊，少了戒，那就是会放纵自己，为所欲为啊，这种在人生呢，会造了许许多多呢烦恼，自己的烦恼，人与人之间的烦恼啊，也会埋了危机，自己的无常危机，还有呢人世间的危机重重，都是在人的已经落实掉了戒，做人的戒律啊，就是道理啊，应该呢要存在内心里吼，那心要定，好事听来，要彼此启发，同时呢互相勉励哦，这种的稳定了自己的心，人啊难免有过失，能得到了善知识呢，我们可以及时回头，而且呢信受奉行，可以相信好人的话，跟着好人一起去做好事，对自己的人生呢也会有很大的改变，而且呢帮助自己天天清安自在，这就是我们的定心哦，那才能呢发挥我们的智慧啊，智慧呢是在人与人之间互相启发，不也都这么说吗？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没有错，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群，见苦知福啊，同时呢身体力行啊，才能理解其实帮助别人呢一点都不困难，付出呢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牺牲，我们假如有这样的心念呢，应该天天都会人与人之间平安，人与人之间都可以有潜能的互相影响啊。实际呢在越南啊，从开头很坎坷的，很谨慎的，为了苦难人而付出哦，他们的领导们那从不允许而到陪伴，现在呢也都可以投入此际，所以啊看到了可以呢蓝天白云啊，这样的一群人啊长街小巷呢去广释关怀哦，同时呢红十字会他们现在要活动，也要邀慈济人一起哦。慈济人要活动呢，也通知这个哦，红十字会哦，互相互成啊，彼此之间呢，携手来，为苦难人付出哦。有看到啦，美国的龙卷风啊，频传呐。达拉斯的慈济人跟奥克拉荷马的志工汇合起来呢，那
昨天啊开始去发放，很温馨啊，我们给的是限纸卡还有毛毯。那昨天他们呢已经发放了60几幅、哦、还要再继续的发放、哦、也看到马六甲人与人之间呢都可以互相启发爱心。谢谢你啊，感恩啊。对啊，感恩你啊。那时候人就比较低落了，真的是人生没有乐趣啊，人生真的是不想走下去啊。啊，从那个一峰师姐就叫我去环保晚上，那时候人是比较低潮啊，啊，就一峰师姐就问我了，你吃饱了没有？我讲还没有，啊，所以就是那个米粉最感动我了，所以很不一样啊。他就送到一个。对对对，黄一凤菩萨一生中啊都是为家庭。挂菜哪会查某人哦？好，他事后的先生哦，何况儿女呢？是一个家庭的好子父。不过呢，10多年前呐、啊，他接触到了慈济啦，他就化小爱而为大爱啦，走出了家庭哦。现在他有这样的人生的方向，先生呢也。支持他，帮他的太太做家事，还要呢陪太太去收功德团，夫妻呢互相呢成就菩萨道，同样呢这个家庭啊是更开阔了爱的能量啊，所以夫妻牵了手，这是真正牵手哈、哦，那走入了菩萨道。菩萨道做得非常的开心啊，而且呢，要领导如何让我们的道场干干净净啊，也不是一直神功哦，他呢是同样跟大家呢弯腰低头哈、哦，做得呢大家都很开心。那有的人呢、啊，难免呢在人群中呢也会他丢地方啊，他呢是做人家生命道场的反天王。一个时候我是很想放弃，因为有时我们在做这些志工的时候，那些师姐讲话会比较直。后来我跟一凤师姐讲，一凤师姐讲不理他，你做你的，师父讲多做多得啊，善解包容，在时常开导我自己也变得比较会包容人，而且可以变得比较脾气也比较好。几天前呐、啊，我在城里提起了释迦牟尼佛觉悟的那个时候啊，这种的心境啊，看到了众生顽固啊，那他所觉悟的境界这样的微妙的大圣法，要如何进入了众生的心坎里？他有一个念头闪过哈、哦，不如起入涅槃。在这瞬间呐、啊，他的心灵道场呢是另外一个境界。梵天王，那就是清净妙音呐、啊，这种的声音呢，来安慰哈、哦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决定，就如何呢，设法来应用哈、哦、观机度教哈、哦，来教化众生，解脱众生哈、哦，希望大家呢，心灵中都有个梵天王。听到了杂音很多呢，这种的清净妙音嘛，赶快入心来把这种的杂音扫除。那么他黄一凤菩萨，他就是得抓一群人啊，不只是他自己的心里时常呢都是那样的清净，而且呢很甘愿的。他还可以辅导别人哦，别人心中有杂音，他的梵音呢，就清净的妙音就进入了人的心房里去哈、哦，去扫除人的心房的内底粪扫哈、哦。
这种智慧，人间菩萨都是因为心中有善无漏，那就是戒定慧，把自己的法修好好，把自己的心呢稳定回好，那同时呢运用自己的智慧呢去影响别人，好，这都是呢智慧者啊，真很感恩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人间啊要改变不是不可以，每一个人假如都像这样的用戒定慧来引导人人的爱心方向，我想社会会很祥和的啦。